那水壶如果坏掉就不可以喝水了。啊！一，水壶拿来旁边。放到旁边的。战斗开始。哇！这是，哎呦，好大力哦！哇，小乖的又觉醒了。哇，这次小乖。哇，小乖的陀螺站不稳了，哇，两个人都倒在地上，哇，一个个的又爬起来了，哈哈，这次小乖，停了，哇，那要再一次，这是你的帽子啦，哇，这是你的帽子。这样子怎么玩呢？ 啊，这样子就不可以玩了。这没有真的陀螺盘的。这是你的超级跑车，怎么没有拿去充电？这样你们要玩的时候不就没有电了？对啊，给他关掉。小叔在睡觉。小叔，小乖越来越暴力喽。